公司成立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要提早告诉我，不要浪费我时间，我时间很宝贵。我是公司第一个员工，我看公司这样一路成长，我只能说我热血沸腾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不知道那个过程有多辛苦。你这么辛苦啊，那不然不要做了，我们结婚吧。家庭才是女人最后的战场。但是为什么牺牲了总是女人？